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投资一个不均匀的硬币 N 次啊，然后呢，投资到正面的几率哈是 M 分之一啊，然后他说 K 次呢，首次出现正面就 DK 次，首次出现正面的话可以得 K 元，比如说第三次哈是正面哦。第一次、第二次都是反面嘛，第三次正面的话，那你可以得3元，哦，或者是说你第五次才得到正面的话，就得5元，哦，以此类推。然后如果呢，你 n 次通通投反面的话，那也可以得 n 元。好，那么现在第一小题，他问你说哈，他的这个 x 哈。等于 n，哦，就是说哈，这个，就是 x 哈，就是这个 k 呀，哦，这个就是 x。当 x 等于 n 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你得到 n 元的几率是多少啊？那得到 n 元的几率的话，可能是你第 n 次哈，它是呢，到第 n 次才得到正面嘛，或者是。整个呢，通通是反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、哦，你第 n 次得到正面，其他前面哈、哦、n 减一次都是反面的话，每一次反面的几率是一减 n 分之一嘛？那前面 n 减一次呢，都是呢反面嘛？那第 n 次哈、哦、才是正面。这个时候的话哈、哦，就是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前面 n 减一次是反面，d n 次是正面的几率啊。那、啊、再加多少呢？前面哈、哦，整个 n 次都是反面，那整个 n 次都是反面的话，就一减 n 分之一嘛。哦，全部 n 次都是反面，那几率这么多，啊，把它加起来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一减 n 分之一。那个有 n 减一这个公因式可以提出来吧？提出来以后，这个是 n 分之一加上多少？提出 n 减一次的话，剩下一次嘛，一减掉 n 分之一啊。那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把这个就消掉嘛，就是一减 n 分之一的 n 减一次方。哦，这个就是说你得到 n 元，它的几率就这么多了。好，那、啊、再我们看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的话呢，它要你求它的那个期望值啊，哦，就是说你平均而言的话，哈、哦，可以呢得几元？哦，你有可能得1元，可能得2元，哦，一直到得 n 元嘛。好，那你得1元的几率，哈、哦，它的几率就多少呢？就是 n 分之一嘛。你第一次就得到正面嘛。或是得2元，得2元的几率呢？它是呢，第一次是反面嘛，然后呢，第二次哈、哦、才是正面。好，那以此类推，一直到多少呢？那个 n 减1元的话哈、哦，它的几率多少呢？你前面一减 n 分之一啊，前面 n 减二次哈、哦、都是反面嘛，第。n 减一次的话，哈，才是正面。好，然后呢，d n 次的话，哈，你得 n 元，它的几率就这么多了，就一减掉 n 分之一，n 减一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我们要把它加起来，我们要把它加起来的话，哈，我们就要先来算什么呢？这个都有 n 分之一嘛，我把 n 分之一把它抽出来，哦，就是一加二。一减掉 n 分之一啊，那加三，一减 n 分之一的平方嘛啊，一直加到 n 减一，一减 n 分之一的 n 减二次方，这个，然后再乘以哈这个 n 分之一啊，哦，啊再加后面的 n。
一减掉 a 分之一的 a 减一次方。好，那我们来算算这个啦，这个我就要说 s 好了 ，sn 好了。那 sn 的话呢是等于这个的话哈，那我把这个 sn 哈乘以多少呢？乘以一减 n， 也就是说一减 n 分之一了哈，乘以 sn 的话哈，这个就等于多少？这个乘以一减 n 分之一的话，就等于一减 n 分之一嘛。那这个乘以一减 n 分之一的话，就是加，这是两倍的一减 n 分之一的平方，那就加，加到多少呢？前面那一项的话呢，乘以一减一的话，就变成哈，这是 n 减二，一减n 分之一的 n 减二啊，再加多少？加这一项乘以一减 n 分之一嘛，就 n 减一乘以呢一减 n 分之一的 n 减一次方。那我现在哈、哦、把这一项哈、哦、减掉这一项，那一减的话呢等于多少呢？一减的话，这个是 n 分之一嘛，哈 ，sn 嘛。这一减下来的话，这一加多少？两倍的一减 n 分之一嘛。啊，一减的话，这三倍是两倍嘛，一减就剩下一倍。哦，没有，这一减的话是一倍而已啊。一减 n 分之一的平方，一直加，加到多少呢？加到这里的话，这个是一减 n 分之一的 n 减二次方。那一减我是减掉 n 减一嘛，一减 n 分之一的 n 减一啊。好，那前面这个是一个等比级数嘛，等比级数的话呢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是一减公比，一减 n 分之一嘛，首项是一嘛，然后这一减掉一减 n 分之一的几次方，总共有几项呢？总共有 n 项，哦，这里是 n 减一嘛，哦，这是零次方嘛，到 n 减一次方，所以总共有 n 项，就 n 了。哎，不对哦，到达这里而已。到达这里的话，只有 n 减一项 ，n 减一项，然后再减掉后面这个。好，后面这个的话，你就减掉多少呢 ？n 减一嘛。一减掉 n 分之一的 n 减一啊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是 n 分之一嘛，乘上去的话就是 n 啊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 ？n 哈，一减掉多少呢？一减 n 分之一的 n 减一次方啊，然后再减掉多少呢？减掉这个 n 哈，然后再 n 减一嘛，一减 n 分之一的 n 减一次方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再把这个 n 哈把它乘过来 ，n 乘过来的话，就得到 sn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那个 n 平方了啊。n 平方啊，然后这个是一减掉一减 n 分之一 ，n 减一次方，那再减掉多少呢？我看哦，哎，这里没有 n 哦，这一开始这里没有 n 吗？再乘以这个 n。乘以这个 n， 乘以这个 n 以后，我再把 n 抽出来，再把 n 抽出来以后的话，就这个就变成 n 平方。那抽出 n 的话，这一减 n 分之一嘛，这个就变成哦，一减 n 分之一的 n 次方，这样子。那这个是 sn 啊 ，sn 就是中间这个嘛，然后再加后面这个，乘以 n 分之一以后。
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晓得说哈，这个应该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哈就应该等于多少？这个是 SM 嘛，就等于那个这个乘过去的话，在 N 平方可以约掉一个 M 嘛，所以是剩下一个 N 呢，一减掉一减 N 分之一的 N 减一啊，再减掉呢 N 一减掉 N 分之一的 N 次方，再加多少呢？再加这个哈 N 一减掉 N 分之一的 N 减一啊，这样子。那这样子以后的话，我们现在来看哦，这我把 n 乘进去以后，就跟它一样了嘛。我把 n 乘进去的话，就跟它一样了。所以的话，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哈、哦，就跟什么消掉了，就跟这个消掉了。所以剩下 n 嘛，减掉 n， 一减掉 n 分之一的 n 次方，然后再把 n 抽出来。一减掉多少呢？一减掉，我看看啊，这个是减的，没错啊，没错哈。一减掉呢 ，n 分之一的 n 次方啊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它的那个期望值就这个，期望值的话呢，等于这个。哦，答案是这个哦，这个是它的期望值。